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北市经华城弊案，台北地院今天下午再度召开羁押庭，而柯文哲妻子陈佩琪出门后，在下午2:45返家，面对记者提问，全程低调不发一语。对先生羁押庭有信心吗？可以看到陈佩琪身穿黑色上衣，戴着口罩，面容有些疲倦。被问到是否会去北院，他全程低调不发一语。而据了解，北院陈审法官以保护被告防御权为由，检方抗告所提的新事证不能作为二度羁押庭的考量范围。可是特殊宣示是否成为柯文哲收押与否的关键，也有待外界观察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